我若非要带走风若瑶，又当如何？仙尊若一意孤行，袒护妖女，定会领清虚境上下寒心。什么狗屁仙男！风若瑶，你对仙兰做了什么？来得这么及时，看来你们早有预谋。 妖女，把她给我抓起来！今日我要让她替我的孩子偿命。手别断了，糟了，一定是风若瑶出事。这七日内，你绝不可动用法力，否则玄前扣反噬，重创心脉，深入肺腑，终身难以拔除。 清虚境的规矩，十恶不赦的罪人，必死于洗髓鞭之下。洗髓鞭抽筋洗髓，镇邪除恶，专门杀你这等十恶不赦的魔族妖女。杀妖女！杀妖女！杀妖女！等本尊是被吓大的。今日本尊若是死在这儿，我魔族定将血洗你清虚。 你以为再旦夕，我看你承受不住下一鞭。不如你跪地求饶，将玄冥界双手奉上，我或许可以饶你的命。长这么丑，想不到挺美的。好，那我就送你最后一程。 也敢碰我和新兰的孩子为他而死，你难道还想袒护他吗？霸气，这一段我一定要写进画本。 我当然信。浩林，我带你回去。我不同意。今日仙尊若执意带走风若瑶。
我便死在这里，替我枉死的孩儿讨个公道。少君夫人，万万不可冲动。先尊，属下相信仙尊定会秉公处理，还少君一家公道。我若非要带走风若瑶，又当如何？仙尊若一意孤行，袒护妖女，定会领清虚境上下寒心。什么狗屁仙门！本座是清虚境元尊，自当一切以清虚境事务为先。 可元君身份特殊，事关正邪两道，不可贸然行事。子阳君以为如何呢？仙尊言之有理，那就先请元君去思过崖住上几日。 you